几个朋友家庭聚会，11:30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准备走了，包厢的门已经是开着的，外面一群人追老鼠，老鼠跑到我们包厢来了，爬到我脚上了，我们说去拦了，就给老鼠咬了。他是给了我几包烟，说今天的包厢费免掉了，把医药费报销了，打药票让你取证嘛，然后从那个鼻子里面打了那个狂犬疫苗。今天中午呢，我去打那个脱肛红针，老鼠身上病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打血清的，又是医院里面做的检查。下午他们淮安中心一个负责人打了电话过来，就说你去打针的费用我们帮你报掉，另外你还有什么诉求？你没有一句安慰的话，没有一句道歉的话，我说你拿出你的态度，你给我个方案，不然就没消息了。卫生啊，他们防疫太那个淡薄了。商家常说老鼠是自由的，但是是我主动去攻击它，它才会咬我。我这个乡下那里有点奇葩。